四月，每周日晚间九点，未来电影台推出四部精彩强片，陪您共度热闹周末夜。我今天来是想请你们帮我找一个人。一桩扑朔迷离的失踪案，我求求你们，一定要帮我找到我的哥哥跟嫂嫂。李智正、陈婷妮、赵俊雅，暗夜。逮捕车继承，并且拿回同伴。我一定会誓死完成任务。南北两个搭档，会不会长得太帅了？真是的。玄彬、刘海珍，机密同盟。我开车，走。乌龙绑匪挟持幼稚园老师，你把小朋友都放了，留下来当人质。几经波折，两人却命运相连。把枪放下，我开车。天涯小逃犯，曾经是亦敌亦友的两个角头，重现江湖，竟挑起一波波的冲突。躲避啊！我拉躲你啊，走啊，听你。王世贤、邹兆龙，角头二，王者再起。四月，每周日晚间九点，敬请锁定未来电影台，周日电影院。